说几人走的？容易快点。哎呀，晚点啊。小饼人这不是有一块点的，有一块十五的。好嘞，不等，从一块到一块五之间。这不是小白菜了，小白菜有也就二十来车货啊，也就是二十来车货左右，在茫茫长豆线的啊，这是小白菜，一块到一块五，卡几个走多少钱？少点小白菜，一块五啊，这份是一块五啊，这是邯郸南大铺，不知道位置的老铁们，这个价能不能交个关注，老铁们？加个免费的小关注啊，加关注不迷路，远切的好的时候一块三十五左右，一会儿再一忙忙切的看，其实有点不辛苦啊，那些点点小关注就行啊。你买什么？哦，不中了。这会儿给这边一块五不中，你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呦我去！我这这钱都没了，这腰最贵的才五毛。就跟这出到一块六啊，出到一块六还想走不走？一块六还不想走，哎，走了。一块六这个就是刷高点了，刚才你出一块五元吧，你不能这个直接写一块六可以啊，这个小白菜一块到一块六之间，茫茫长豆点了，长豆点今儿十几车货，十来车货，哦，这个车三万五接了不能呢，啊，会员们这两天快了好几天了，哦，都是六七块。这一三人没多少，最多二三百斤，多了的。这是长豆角啊，长豆角也没多少货。哦，颜色不快，没走太快。像这个长豆角这边两块到三块，三块五斤。你看都知道的，你说多少人那我也没中上多少个，有我就我的，就你的我。长豆角这边反正精品好质量，精品好质量的现在也不多，是吧？哦，没几车货，也就是十四五车，十四五车货吧，好赖货都有。茫茫小村嘞，走了啊！茴香面六块到六块七半。黄瓜比昨天略微的快点儿，咱这边有路过黄瓜，跟你找着啊，咱。啊，今儿整体比昨天稍微快点儿。这边这里有现在有商量多少车嘞？又有十四五车了。
但是陆续来点，陆续成家的换过呀，两块二三四，目前换过成家结果是两块二三四左右。再去能说再去看看小村了，看看小村，看剩菜到底了，咱再转过来换过这，再多转会儿，多忙会儿。四过七八嘛，到快八点左右。这是小村儿啊，小村儿烧车火，赶紧直播间聊天门，没电挂住的坐上前给正常电个挂住。这西红柿两块三，好货，外地的。这是所有的小村儿。十四五车货，25块，五块多，好了5块多。好了，还有这5块多这边。哪里邯郸南大部？换我今儿早上走的2块234啊。飞下来通常换我2块234，小村这边从4块5到5块5之间导航，导航查个小会都有。你个小村买少钱儿？5块6。哦，走吧，这边小村这边买的是5块6，已经歇发车了。4块8，走吧。不带走货差不多点，比走太快，比走快，目前是620块的，走了有7、8车货了吧？通装货我走了7、8车了吧？2块2的，2块3的，2块4的。西红柿2块3，好货啊！毛毛剩菜啊，毛毛剩菜可以用卖。大哥，我买6块。大哥买了1天2天的。黄瓜2块234。呀，现在铺的上货量不多了啊，一天也就是这边就这几车货，没几车货。呀，也就是十来车货了，看来没？就是十来车了。啊。一来着，一来着，一袋不中了，一袋不见了。是，他都等日份了。日份没几天，日份逛就完了。现在这个铺的也就是最多也就是十来车货，货量现在铺的现在不多。上货量不多，西红柿2块3，好货啊！这边有这个巨分，2块钱左右，2块3。茄子咱摸上去看茄子，茄子好货一般就在1.45块左右。咱今儿去看茄子这边有多少车啊？这边路过铺子，给你们倒个张张铺子。现在巨分还是比较多了啊，本地巨分还是比较，就这几车。往南看这里是没有啊，往南没有，这里还有4、5车的。这里目前有4、5车啊，多少钱？3块。哦，剩菜又走了吗？2.8走的了。2.8啊。多少钱走嘞？2.9。剩菜是不是有几车？剩菜一车、2车、4、5车货吧，4、5车货啊，2.89块左右，2.89块左右啊，兄弟们，剩菜。感谢关注，直播间没有点关注，赶紧直播间铁子们，左上角可以给增长加个关注啊，马上到油麦去啊，看油麦了，再看这个茄子了啊。
他去的是走了多少天去？这边油麦啊，油麦今天也比昨天多，咱看看走了多少条油麦。行，马上就到茄子区啊，马上到茄子区。咱现在是在油麦区了啊，看了油麦，马上就去茄子看了。感谢老铁们的关注啊，听不了最多超不过三分钟。我们右麦导航多少去？右麦导航多少去？哦，没钱走了。哦。右麦现在有二十多车，二十多车货。那个店地方说一会儿店也就是租了半个小时，有六个小时的，那个成本贵得多了。有点是反正又买，反正目前不太很快，不知道有昨天高没有。好的，改的两块多点，昨天是2.7元。包括一种一样，反正比昨天稍微多点。看，一会儿看前面那一块儿看看啊。刚进直播间嘞，没电挂住，可以给灯上叫挂住啊，兄弟们。现在这个门上这西红柿低费啊，搞的活动嘞，5点增2点，10点增4点，有需要低费的西红柿套餐低费的，可以随时联系灯堂。门市是在飞翔时代北头路西秀芳农村。好的，走进去。3块。你小模特养人不来？感谢关注啊！茄子咱一会儿去帮茄子人看看的啊。茄子区咱马上就帮茄子人看的。生菜是2.89元，生菜是2.89元啊。镜头前方这是在这油麦区了，看了油麦再看这个别的啊。导管给你找油麦，目前这个油麦是不在这的。直接拍他照，二十多车货，走，再去忙忙的啊。生菜是2.7元左右。感谢关注啊，铁子们。忙忙茄子啊。黄瓜2.234元，桶装黄瓜。咱开上茄子，咱抓紧去黄瓜这再忙忙的啊。刚才老铁不是看茄子的还在了没有？我已经到这个茄子区域啊，茄子区域。黄瓜2.23元，茄子现在一斤完，20来车货。这不路北有3-4车货，路南这边有12-13车。这是所有的茄子啊，茄子多少斤？没见，俺没见多。没见嘞。今儿开的房去的也不是很快溜，这边这房着急的房也不是很多，咱往前面忙忙的。看前面这有走的没？现在加油走了没有？1.34元。1.34元。好嘞，1.34元。哦。2块2块给俺包弄啊。1.35元，2块2块也都是2-3天我记得，前头2-3天都2块多。看那个有圆有脸儿。哎，
没有，我骑摩托车的。嗯。啊啊。中中中啊！叔叔，你说在这儿，你提前给我说一声。这个一般都是三五天一遍。你不让讲，我都这样给我讲了。哦。骑的这两就是一种。骑的这两就是一种啊。换过开始卖了没有？卖了，这个完了开始卖的还七八回。卖七八回了，那中。完了卖七八回了，这个票的写了两万了。哦，那中那个。换货咱马上就看看了，刚才有十四五车货，现在这边在其他区域了啊，有二十多车货吧，一块三四十左右。这边是所有的这个茄子啊，路北这有四五车，然后呢，这边路北这的十四五车到二十车左右。多少个？叔叔，那说今天我说开车来了啊。走，看黄瓜了啊。今儿切的不快。都在本地的冬瓜，六七门呀，这个冬瓜个头都不小啊。土豆啊，土豆都是目前都是外地的，冬瓜是六七门的事，冬瓜是六七门左右。外地的这个土豆，咱现在一走到这个黄瓜区域这啊。给你们再照两面。看这个买手，看这个买手。买点手腿。几块？啊，六块四五。这是混淆苗的啊，六块说的是六块五，反正取贵也就是取个马包钱。这混淆苗好的都是六块多。胡子一块钱左右，胡子还是一块钱左右。多少成的？两万四，两万四。这个这边也成交了，两块四，两块二三四左右吧。两万几多嘞？两万四，走。这卡比也是萝莉。嗯，我给他倒了一个，我看什么家人们早上两万三个月。嗯，我上午看不中了，我那边两个车买了五种，上六种，那四毛五，四毛五就四毛五，两万四。哎，我来了。到了这。你要咱们？你买几了？胡子啊，胡子都是一块钱左右，胡子就是一块钱左右。你想听这儿？这有地主啊？这站在这儿嘞，坐电车。哎，几桶哎？哎，等会儿几桶哎？这两万六走的都不咋地了。
老八三个。我要两桶，我要两桶。我说黄瓜狗子眼上来了，早说比这个好好买的快。要给你弄，哎，今儿开的比这个韭菜开的多。稳的，中午闹响了，稳的。别出来，这个红包要2.7，2.7。胡子1块钱左右，胡子也就是1块钱左右，走货差不多。这个是不是粗料？粗的是不是这份2.3？2.3斤了。又要出了，你今天抓我要出了。嗯，俺那边管要这个，俺那边洗的管要。我拿来，要出来挣的好了，拿来要洗的挣的闹。今天吃啥？你说农民？你农民直播的嘛？那肯定要出，不管他。你过来是对事，一会儿你别弄出油来了。这个出的要紧，要的不多。今儿走了。2.1，2.3，这个2.3，那个是2.3，哦，又走2分哦，今儿晚上比昨天快。这个又一份2.3嘞，2.23，走的还是比较多嘞。2.5，感谢关注啊，同学们！没点关注可以做上家交个免费的小关注。我会不交了？我知道你会不交。亲，我都会了。我一看这个啥时候啥狗了，我看下水，我感觉我知道。不是，我在这不是等组织了，我看我等到礼拜天了，不是。嗯，对对对。我看我干是不是想腿断了？后来我看我干坐掉了，我要腿弹，弹我腿上了，我胳膊弄了，这不是弄的就胳膊还擦那儿的，叫后面带啥人转的我。带啥人用对的路狗了？带啥人转这个位置要走路。